那么今天是宜居风水之白虎法，今天讲的就是一些关于有可能你们有听过，有可能没听过的，要注意的很多事项。很多人都误解，认为说听风水就要看风水，不是的，不是这样。我们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中国华人都是华人，是华人就一定要懂一点点风水，一定要懂一点点，多多少少你要懂得什么叫做青龙，什么叫白虎。那么青龙是怎么飞的，白虎是怎么走的，一定要懂。这一次就教你们这些。那么下个星期呢，就由唐师傅跟你们讲，讲青龙。然后如果黄师傅有空，就跟你讲朱雀，要讲玄武。那么今天的白虎位啊，就是我们说的白虎煞。白虎煞通常我们每次都遇到没有钱，或者赚钱很会赚，到最后什么都没，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找工作难，有些人找到工作不顺，为什么？都是这个白虎在作怪。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看白虎位置，记住化煞啊，永远不要担心化煞。化煞是钱的问题，有没有钱？有钱就能化煞。为什么？好像买一个什么凸镜买一个麒麟啊，这些几百块的东西、几千块、几万块的东西买了就化煞了。所以化煞不用担心，是要认识，这才是重要，明白吗？这里有几样东西要宣布，跟这些老顾客们宣布的。一个呢，就是黄师傅知道吗？黄师傅就是黄师傅他呢跟我申请要去就是开一间在红帽桥，那就是 KXAMK 是吧 Amokyo 就是要开多一间在红帽桥我同意，我觉得很好。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很旺的地方，因为风水啊，你不能开到一个很旺的地方风水一定要开在一个适中的地方，旺不旺，不旺也旺的那种。我自己觉得以前在 Bedok Reservoir 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好像很多自杀的人就去那个地方在那边我成长，所以以前古代都是要拜神都要去爬到山上去的要求师要经过什么山才能够最后才看到师，对不对那么最后慢慢呢就去大巴窑往那边就比较旺了，比较多人，人家也现在还是一直在怀念大巴窑，好像刚才我就看到你们在怀念了。你们还是习惯来的时候呢站在那个外面那个柜台，不懂在那边做什么，我的 camera 在那边看都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奇怪？你们都喜欢站在那边然后习惯了啦，大巴友也是这样嘛，在那边慢慢不要有这样的习惯。那有一些就喜欢鸡最多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早来，和以前大巴友一样，慢慢改变。这边是为什么会搬来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要求很小嘞，讲座很挤耶好，你看你们讲一句话而已我就要几十万呢然后还有人说要送货嘛，你们没有送货很麻烦OK 好，现在有送货了。然后师傅你每个拜六要讲，你久久讲一次，我们很想你OK 好就每次讲都有很多。现在我们最多的是 gig 很多人一直买 gig 来的，有时候你们可以给一点 cash
我自己买啊，你们买来的给我拿去卖，他不要啊。他说 sell already cannot get back money， 是吧？真的没有了，开玩笑，就是很真的很谢谢你们。这里不欢迎什么人？有啊，有我们有不欢迎的，就是那些把自己当成是外人，你就不要来。我不欢迎你，你要把我们当成是家人、亲人这样子的，因为这里做生意一定要赚钱，这肯定的，但赚的是心安理得的钱，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发现到新加坡风水，或者说这个世间的风水都很风水，没有像一个 family 的感觉。有时候你没有钱，对不对？不用告诉我你没有钱的啊，师傅我很穷哎，真的很穷，你帮我看 for bank 可以吗？你拿 for bank 给我看就好了，你说你穷怎么？因为我会怕嘞。第二句话就是你那边有没有500？我也惊呀，我很怕呀，你不要让我怕。有没有钱其实看脸就知道了有些人一走来一看了这个很惨，现在很惨。为什么？原来啊，就算你现在没有钱，你的样子是不是没有钱的样？不是。如果你迟早都有钱的人，就好像李嘉诚一样，对不对？不是因为他是李嘉诚我们说他有钱，他就算不是李嘉诚，就算现在李嘉诚在炒欧辉雕，我也会说他很有钱的，他的相嘛。所以要练怎么样把你们的相弄得好啊，相弄得好永远不衰老。所以你不要看那些皱纹很多的嘞，哎呦，这种相不好。不，皱纹跟好运没有关系的。声音要洪亮，不要每次那种，不要这样子。我每次跟你们讲了，还有结交的朋友要选择，一定要选择朋友，不可以什么都是阿嘎料的。男人就是阿嘎料 brother， 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是阿嘎料的，要看清楚。所以一定要对身边人好，我每次都在教你们对身边人一定要好。我们的打铃对他好，妈妈对他好爸爸对他好，朋友对他好，明白吗？所以我每次在讲座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们，在近几个月我都一直在告诉你们，尤其是 YouTube 的人，你们的伤害被人伤害不可能比我多的，我真的是多的今年上的法庭最多，我上的法庭最多，还的钱也最多，真的是很多。是不是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倒没有错就比如说打个比方，现在车子我给你现金，你买了之后卖了，是不是要给回我钱？有没有道理？但是他却说车子是他的，怎么办？给咯，拿去咯这就是我做人的方法。但你们不要学我这样了，我是无能这样有一点点钱才需要这样你不要随便给咯不可以这样好，这样我前天去买东西，安哥我给你50没有啦，你给我10好，那就找我3咯。哇，贵呀，那个东西很贵呀，10找3但是我是给50为什么呢？我没有10的，熊税丢嘛几千，都是50啦 ，OK 啦，好了，就拿了，然后今天早上去买的时候，他跟我说，阿弟 ，sorry 啊，我家里真的是拿你的50，然后找我钱了，我就没有事啦，没有事啦，也是忘记，他很开心，我就走了。最后呢，明天我还要再去，我忘记还他给我50我不是给他，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拿了就走了，我忘记明天还要再去一次生意也是很好咯，这样子他东西不好吃不过没有办法啦，一定要去所以有时好心有好报，放心。我告诉过所有的学生，我拿到这间的时候，
我只剩1900块，1900块，我拿到这一间，我们的公司银行户口只剩1900。之前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想再说了，算了，只拿到1900块，1900块，你们这里谁没有1900？应该有吧？朋友借一个电话应该有1900了，来，1900块，我们3楼还有位置，你去3楼哪一间给我看？是不是要报本岗？我不像你们，我有老板呢，我跟保生佛 complain 了，我 email 给保生佛，哦，他马上 reply， OK， I will send you some cash。 啊，所以我们拜佛也好，不但不是求财，我们拜佛好好的念保生佛，好好的念，相信我，真有南方世界，真的有。南方世界是什么世界？是西方知道吗？知道哈，西方你们应该是最熟的了，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有很多人 message 我，微信我说他们念阿弥陀经念了10多年没有感应，可不可以换成佛说保生陀罗尼经？不可以，没有感应是你的问题，你有地方做错了，肯定的。叫你吃饱后才吃药，一天吃3次，你是一天吃1次啊，然后呢每次就是饿着肚子吃，一定是有问题的， something wrong 啊，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啊，不是 something wrong 啊， 是吧？所以这些就是不可以的。你们学心经好好学啊，学大悲咒好好学，不要换啊，因为这个佛说保生陀罗尼经这本经你们好好的念，是一个很短的经啊，我们能够一定能够往生的。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那个是大福报，会念阿弥陀佛这4个字你信吗？念了就能往生，只要你诚心念，你信不信这4个字而已啊，信，嘿嘿，你说信我不信你，4个字就好像告诉你1个月800块能够养6个人还能够住4人屋，你信吗？怎么信？不可能的意思。其实真的念阿弥陀佛和念南无阿弥陀佛不一样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只是跟佛结缘，念阿弥陀佛拼命的念，那你是真的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不一样。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很相信而且很诚恳的念，我没有这个福气，我没有这个福气啊！我念就是念保生佛，一直念保生佛，天天念保生佛。最近 Facebook 大家都有看是吗？看到人家怎么杀猪啊，杀牛，看到吗？要看，看的时候不要在那边一直说哎呦这恶啊，说这恶做什么，对不对？还要做什么？没用，念佛，赶快念啊！那么那个牛的功德就有了，懂吗？南方世界是什么佛？就是保生佛。保生佛是什么佛？满众生所有愿望，你们什么愿望，他都能满你的愿望，真的，没骗你们，真的。你求什么？你不要一直求多中头奖了。你求什么他一定能满你的愿望，一定的，一定的。但是你要有忏悔，真诚忏悔啊！哦，背叛老婆，对不对？之后念了原谅了再背叛，不可以啦，这样法庭都不会原谅你啊，不要说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犯错，犯了错之后一定要记住好好的念保生佛，真的好好的念，他一定满你的愿，你要什么他一定有什么，要不然1900块不能做到东西。唐师傅和黄师傅他两个人还当然念佛的功力还不到，他为我担心，最后他看到了之后呢，他们的信心大增了，真的是不知道是谁会汇钱过来的，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记住要有信心，不管你们求什么，求孩子也好，孩子平安也好，求什么也好，你知道吗？念保生佛的人到最后他是求什么愿望都成功，到最后你的愿望一定要什么？
回到南方世界。如果最后我的愿望，我念保身佛，我的愿望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of course 可以。还有阿弥陀佛是来带我们，临终的时候，我的什么家产会给老二，我的钱会给老大，房子会给，然后死了哈，那个就很难哦。念佛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好好的念，你眼睛一闭，这个阿弥陀佛来带你，观音菩萨来带你不可以去，只有阿弥陀佛来带你，因为你是修净土的。你不要看到财神爷来带你，你跟着去完了，不对，是阿弥陀佛，一定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来带你的时候呢，像我一样，完了，假的魔，他是魔鬼，千万不要跟他去。还有阿弥陀佛的身来带你，但是呢，没有光，不对，不要跟他去。光很美，很刺眼，那不是，明白吗？一定要有光，但是那光很顺的。来带你呢，你去，因为阿弥陀佛有发过48大愿，只要有人念他的佛号，他一定临命终时，他一定来带他，哪怕是10念而已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0念哦，他都来带你，具足10念，他都来带你，明白吗？保身佛有没有来带？没有，但是你可以求愿叫他来带啊，懂吗？所以阿弥陀佛是。You don't need to book. You just be our member. When you 往生, I will come and bring you. Then, 保身佛呢? You must booking, call, on call. 保身佛, I'm going to go now. Please come to fetch me. 他驾什么车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保身佛是让你先满你的愿。等到你的愿都实现了，你应该就没有什么东西好求了，就好好的求我们往生能够看到他。地狱是真的，千千万万不要去这个路，这条路真千万不能去，真的是不能去的。昨天我就前上个礼拜我就梦到了我的一个顾客，他已经走了，我梦到了他，痛苦啊。梦到了他，他姓陈的，是一位先生。我梦到他什么呢？我在煮火锅，在吃火锅。我梦到我在吃火锅，他在那个火锅里面，好像鱼圆这样子，然后叫我把他夹起来，所以我夹吧，夹不起啊，害我夹不起。最后啊，我在梦里也是很聪明的。你不要小看我，我 off 掉那个火，我 off 掉那个火，off 掉那个火了之后呢，还是滚呢，还是滚，最后我就在那边就念佛，念保身佛，念了之后呢，念一下呢，它不见了，这种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快生病了，这个梦的意思就是我快生病了，所以我没有病。病哪里敢来找我，凹色啊，真的是凹色了，有个人梦的时候嘎流但是这个人是不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西方是阿弥陀佛，南方就是保身佛，很少人听过，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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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你不信，你问你的朋友，你打电话给他，我们去拜南方佛，不要啦，什么来的，他不懂，没有这个缘。有些人走过他的老婆拜，他站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摇头，为什么？我有 camera 了，我可以看到的，老婆在那边拜一直拜，他在那边也吹个歪歪你看，没有缘嘛，没有办法所以南方世界这个世界，我把他带来新加坡，就希望新加坡能够新加坡人能够好好，当然外国人也能来，现在很多美国台湾很多人都来看一下，他们就来看一下，然后玩3-4天就走了。新加坡呢，每天都可以来看，还有那些佛光，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开始了，你们有聚宝阁的人不会全部都来的，全部都来还有救啊，没救了，太多人了，我们会安排你们下来，
啊，然后就排队啊，然后念佛。但是我们的时间大家要不要那么急，因为我不想因为楼上都有 office 嘛，他们也要做工，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六点过后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你可以不可以今天下来，不可以没有关系，不要急啊，你们是聚宝阁主的话啊，所以有这个这里还有谁不懂什么叫做聚宝阁，谁不知道聚宝阁是什么举手，还不懂，只有一个不懂，你们其他人真的懂啊？在我面前不要撒谎，我会抓到的。啊，聚宝阁就是后面的那个叫聚宝阁，啊，四四方方的那个聚宝阁，那个是让你们供的。我们这里的聚宝阁绝对不让你写名字，没有偏好，但是用电脑记录你在哪里，你供养的聚宝在哪里。家里可以供聚宝这个保生佛吗？有些人不可以，没关系，你在这边供啊，这个就是供佛，他的功德一个月50多块啊，要的话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助理讲。那么里面呢你就要买水晶来放啊，到时候水晶代表什么我们会告诉你，白水晶代表什么，红水晶代表什么，买小小粒就好，你不要买大大粒的，多了没落，盖不下去，小小粒就好了啊，然后我老公不喜欢呢，你来的时候可以求你老公的愿望，好，求你自己的愿望就可以了啊，到时候我们会分批，不要急，我们分批啊，分批 OK。 那么所以第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就是黄师傅要在红帽桥开啊。那么第二个消息就是我明天要去跟他看风水。第三个呢就是他不会给我钱，是是吧啊，这红帽桥我不会告诉你在哪里了，那明天全部在那边等我就惨了是吧啊，我就没人看风水了啊，我们风水布的局跟你们布的局不一样，我们风水师布的局啊都是泄财局，不可以招财的，招什么财，就好像医生请我去看他的风水一样啊，但是我不会告诉医生的啊，因为医生的生意让他旺啊，那病人不是多对不对，我可怜的呀啊，那卖鸡饭的叫我去看风水对吧啊，我们都一定是摆一个比较调和啦，不可以摆他旺啊，一旺归西金嘴架对吧啊，这样的意思啦，这样的意思啊。今天有人问我怎么样放生，马来西亚人问我怎么看放生，我不喜欢人家放生，我喜欢你们发慈悲心看到哎，来放生，而不是去买那些什么鸟啊，在泰国买进来很多啊，然后买进来了之后呢，你要多少只啊，我要1000只啊，我要10000只，然后在那边念放，有功德吗？那有罪啊，鸟是不能够买回来放生的，开玩笑，你在定的时候你这个佛诞哦，你给我50万，就佛诞比较多人，哇，你知道他抓50万死多少吗？还有一些被抓了之后呢啊，他的家人都在那边啊， where you go， 很可怜啊，懂吗？所以要记住，我们不要参加那些你不知道他的东西是怎么来的，问一下，请问你们的鸟是怎么来的？哎，我们有一个放生法会，好，你的鸟是怎么来的？哎，不是，你要问清楚你们的生物，不是你的鸟是怎么来的。没礼貌啊啊，丑陋，这个是丑陋是吧？啊，那你的啊，这个放生之物，有些人放鱼有没有看过？鱼从哪来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放鱼，我真的不明白。有一位法师，他很提倡，我当然我没有空遇到他，我有空遇到他，我想要访问他一下，他为什么鱼怎么会放生呢？我不明白，那一定是买来咯，要不然就抓，哦，去抓，还是去哪里？巴沙，对不对？巴沙活鱼嘛，新加坡没有啦啊，台湾有的活鱼，哎，我们看走去的时候看。这个全部我们要了，你以为这样是对吗？不对呀、啊，
啊，为什么以后呢？每个月啊，初一十五他们会来买鱼啊，鸡吧，赶赶进多啊，明不明白？所以，除非你要看到什么，哎，你在河边啊，跟你的女朋友、跟你的老婆拍拖的时候，啪，有一条鱼跑上来，哎呦，啊，这样的时候，赶快啊，然后一定要念保生佛，然后呢，放生，哎，这叫放生，懂不懂？啊，你不要看到蜗牛，哎呀，可怜，又丢回去，蜗牛没受罪啊，死啊，你要看清楚了啊，对不对？看到蛇跑，千万不要放生，跑，stupid snake， 对不对啊？千万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没有那个功力，六祖慧能就可以，人家抓老虎啊，你懂吗？老虎掉在家里面，他放楼梯，那老虎爬上来，他还跟他三皈依嘞，很哇，我走了，对不对？被他老虎吃掉。他这种是有修行，所以记住哦，放生一定要长智慧，要不然就害生，不是放生。那么最好放生是在哪里？在家，把你的厨房擦得干干净净，那就是放生啊，蚂蚁不会来啊，那就是放生啊，那功德无量的，知道吗？你们的糖果每次有蚂蚁，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们就死很多只，哎，一只手死很多只，哎，对不对？啊，教你们上面放 rubber band， 橡皮筋，橡皮筋在的地方没有蚂蚁，很不懂的，不懂为什么，明白吗？你们怕不怕橡皮筋？你们自己怕不怕橡皮筋？怕橡皮筋以后就做蚂蚁，哎呀，啊，所以。保持干净，原来佛在世上告诉我们什么？卫生，把你家弄得干干净净的啊！糖果咚掉在地上了，等一下才骂，不可以，快点骂，快点骂，那就是卫生。还有啊，我每个早上来到这里呢，我都一定喷杀虫剂的 toilet 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dustbin， 我都喷杀虫剂，不要他来，我喷。他走来，死不关我事，是吧？你皮你衰啊，对吧？但是他来了，你才碰啊。有些是追啊，有没有看到一些妈妈追显堂？有没有看到？他躲在祖先后面啊，是不是？他还把祖先请出来啊，爱回戏啊。那个叫什么？别那个叫什么？壁虎是吗？壁虎他跑得很快，所以有些安迪怕他，明明看到他躲在祖先后面了，对不对？他拿出来，哎，你不见，哎，是不是祖先变的？不是啊，壁虎没什么的嘛，明白吗？所以要干净，要记住，要干净就没有了啊。其实这是要保持干净，这个跟风水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不要乱放生，千万不要乱放生。放生要参加放生的活动，一定要问为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样来的啊？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他们去巴沙买了之后呢，去放生，说是什么师父教他，这是不对的，千万记住这个，不要这样做，懂了吗？啊，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我们23号有讲座，7月23号有一个大型讲座，不在这里啊，讲什么？讲七月的，一定要来听。叫朋友来听，为什么？因为今年的七月跟往常的七月不一样啊，要不然我们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办一个讲座，十多千呢，去办一个讲座做什么？我在这边讲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这个讲座一定要来啊，没有来一定破财，所以一定要来，来的人一定发财啊。然后这次有没有东西送？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啊，送你那个椅子给你坐在那边啊，再送下去就不了了，是吧 ？OK， 啊，这个7月23，然后大家知道大宝藏啊，大宝藏四方，大宝藏是什么？大宝藏就是大宝藏，大宝藏就是大宝藏，大宝藏是什么？
问我大宝装什么我都不会啊。所以啊，后面那个晶晶的盒子啊，高高黑黑的那个就是大宝藏啊。那大宝藏呢就是经文，那么里面都经文。大宝藏，大宝藏呢有四方，有八方也有十方。我们这次呢就是这个八方的大宝藏会有促销，会有促销。什么样的促销还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跟你讲啊。我们会有很好的促销啊。大宝藏四方的40块，八方的呢60块，对不对？十方的80块，我们会有八方的会有促销，密切注意啊，这个是要跟你们报告的啊。那么还有兼职啊，我们已经有一些兼职已经报名了啊，将来你们也会有更多的人服务你们啊。那么如果想做兼职的人要等咯，等下个月吧，还是多3个月5个月，我们再训练一批，因为现在要先把他们训练好。那兼职的朋友不要急，上一次没有报名还可不可以再报名？不可以啊，要等5个月4个月6个月后，我们要训练这班兼职，好好的把你们这班兼职人给训练好啊，让你去风学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然后在这里全部都是兼职的工作的地方，活动的地方啊。但是兼职人员记住，你是我们的这个一家人，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在厨房吃，不能够乱跳乱跑啊，你快在那边是蛮架啊，不可以这样子的啊，会被罚款的。 OK， 好，到时候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这边就开了，就开放了，就开放，那条线就会拿走了啊，就会拿走了啊。那条线你不可以动了，因为那条线有电了，你动你也细啊。我有一个顾客，他以为没有人懂，自己看开门了多少个，他爬到底下去了，然后在那边跪着，让我的助理走出来，还喊着，因为他慢慢站上来，你懂吗？站上来的时候，后面又是没有脸嘛，后面头发没边喽，又站起来，我助理啊，跪呀，他以为佛来了，先受不了可以进去啦，但是得慢一点啦，慢一点。我们不开的原因是有原因的。啊，我们要选择好日子好方位，那到时候一开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天天来这边。那么我们都会在晚上才念佛啊，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念晚上，我们不会早上念，礼拜天有可能会下午念。为什么呢？因为楼上有人做生意，我们说了我们不想要吵到别人啊，这里不可以，哎，这里不可以，不可以什么捐钱啊，功德箱，这不是庙嘞，这是我们一家人拜的，就是大家一家人的，明白吗？如果说我说了不是属于我们家人的不要来，大家都是一家人。老一点的我叫你姐姐，年轻一点的呢我叫你大姐，对不对？大一点的我叫你大哥啊，小一点的呢我叫你哥哥，我永远是弟弟就对了。啊，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有那种分别什么的，明白吗？但是东西你不要一家人嘛，对不对啊？你不要全部都拿回家，一家人拢也等住啊。啊，所以来到这里呢，好好的拜，好好的念，我们都要尊重啊，一下的啦，楼上楼下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啊。前面还有位啊，我就现在还好，都敢坐前面的。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在大拜窑为什么前面没有人坐的，气给啊，朝天北小姐太近了啊，看不到我啊。现在还可以吧？这样子还可以吗？可以了啊。 OK， 好，今天要教大家啊，我就是等你们两个才开始啊，没有啊，开玩笑啊。好，今天大家家里都有乌图，对不对？都有乌图吗？啊，有乌图。乌图啊，我们这次讲的青龙白虎这个啊，我看啊大概都会讲一两个月。白虎不可能讲那么久了，讲全部一套讲完都要一两个月，要讲得很详细。乌子乌图大门知道在哪里吗？
你们不知道不用紧，坚持不知道我跟他自己给他摔了滚，坚持要懂啊，这个位置，哎啊，这个位置看到吗？这个位置呢就是大门啊，这位置在大门，这是厨房，厨房在左在右有分别的啊，在左边在右边有分别的。现在我就慢慢教大家啊，教到你们懂为止。如果教到最后还是不懂，那你自己补懂，我就没有办法再讲。你们今年没有乌图，以后养成习惯把乌图拿在手，养成习惯啊，那随时我们都可以。今天有乌图的举手。哎呦，假的，你们为什么拿乌图来啊，就我就是不讲啊，拿乌图来啊，不用紧，随时你们都可以请教我们的助理们啊，好好的学啊，你有拿哇，够厉害，有没有人叫你拿？有讲啊啊 ，OK， 来我们开始这个啊啊，来，因为有些人没有跟我讲啊，是吧 ？OK， 有缘啊啊，有缘就讲 ，OK， 好，乌图啊，有了乌图呢，我们就要开始分座山。这个山是最难分的，学风水就是学这个山。啊，我的大门朝什么？朝东，东就适合你吗？不是啊，因为屋子是看山不看门的，知道吗？山比较重要，门其次，次等。但是呢就是相次等，但是神主牌或者是墓碑坟场啊，那个是看那个墓碑向哪里，知道吗？啊、哦，所以记住，我们的祖先的那个坟墓碑啊，不能脱色，不可以脱色。三年红，如果你们要弄红色，三年过后一定要金，不可以一直红下去哦。啊、哦，还有，如果我们在拜祖先的时候啊啊、哦，去那些坟场看到有红色的那些红色字的墓碑，千万不要去踩。懂吗？因为红色被是冤死的，被车撞死的，或者死了没有尸体的，或者没有头的啊，这些明白吗？啊，要记住，看到红色的被合掌啊，叫合掌啊，这样子啊。那合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摆，一直摆，该走就走了啊。所以红色的，那么看到没有色的呢，千万不要去拜，静静走，不要去看，知道吗？完全没有颜色那叫孤碑。什么意思呢？没人来拜啊，所以没有人涂色啊，没有人给钱嘛，没有人涂色，懂吗？不要去那边给博嘞，还要在那边拍照，千万不要啊，记住啊。好，来，我们分给你，首先要分东南西北，看到吗？好，对，要分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分了之后呢啊，英文的也可以，华语也可以，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手机最好是用苹果手机啊，比较准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啊，我们可以买这个的，七号就快要来了，大家密切注意啊。这个手机，苹果手机是非常好的，耐摔啊。对啊，遇到小偷你打他啊，小偷会痛。OK， 好。分了之后，哎，山才会出来。但这个山啊，怎么分？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就看你们理解能力啊。门在哪里？山不会在门的前面。比如我的门在这边，山不可能在这里，记住就好了。至少你知道山不可能的位置一个了吗？位置四个嘛，你至少排除一个了。其他三个慢慢学啊。那么第二，大多数门在这边，三大多数在后面，大多数啊，英文叫大多数啊，所以要记住在后面，明白
啊，懂啊？啊，那么什么什么门在旁边啊，那些如果我们遇到怪的，我会跟你讲啦，好，你们才慢慢学好不好？好，有了三之后呢，就分左分右了，因为有了三之后啊，你们就有 sitting position 坐的位置了。比如说门在这边，对不对？哦，那么我们找到三了之后呢，找到三了之后呢，我们就有开始有坐，三在后面嘛，我就开始有座位。坐下来了之后，有三了，有三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分左边、右边，所以这个是他的左，看到啊，这个是他的左，叫左青龙，知道吗？要懂这个哦，这个很简单，但是唯一乱的地方呢，就是你不懂三在哪里，所以才会乱啊，一定要懂三哪里。那么如果要快的话，三在哪里？反过来，你反过来我看一下，你的方便反过来，不要动，我老灰。好，你的三就在上面。啊，对，你看，啊，他找不到，不用紧，我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所以三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啦。你知道你自己的家的三在哪里最重要，你不要给博啊，自己还搞不清楚，来我给你看啊，你看三三的 toilet 是吧？好，因为知道了三，我们就可以开始分。青龙就可以开始分白虎啊，然后呢就可以分朱雀，就可以分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前是朱雀后是玄武，就可以这么分了。所以不用担心，不要乱，三很容易找的，你找不到你告诉我，外国的朋友也可以用你微信跟我说，你拍你的屋图给我，但是屋图不能自己画啊，有些人画屋图画他自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你看啊，这边哦是我的 toilet， 然后这边哦他画到他懂呢，而且他还会跟你走，你看你这样走，这边有个墙壁，但是我不懂人家画什么，都是倒光的，我都不知道人家解析，所以一定要。但外国的朋友他们的屋子很多都没有啊，所以有了这个座山之后呢，哎，我们开始分青龙白虎。分了青龙白虎之后呢，才可以告诉你们今天要说的是白虎煞，才能教。啊，慢慢你们就会懂了。我后面的更仔细。啊，好，住宅啊的西方，这个要记住。住宅的西方就是我们说的白虎，住宅的西方啊， Your house west side is the white tiger 啊，诶，那我家的西方如果不是在我的左边呢，我的右边呢，那还是不是白虎，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虎位在哪里？看到那只老虎吗？如果那个老虎看到哈，看到那个老虎哈，那个老虎，那你们有没有在里面移一点？看到那个 store 吗？看到 store 吗？看到 store 再移近一点，是不是看到一个 west 是虎的位置，对不对？它的右边也是虎的位置，对不对？哦，这个就凶了，很凶，很大只，懂吗？听得懂吗 ？Double west, double。白虎在哪里？在 west， 听得懂吗？然后，如果我没有 compass， 我没有东南西北，我怎么分？你就用屋形来分。好，找到了山的位置，这个 storeroom 那个地方就是白虎。明白吗？所以每个家是不是有山呢？一定有。那有了山之后，每个家是不是有左边和右边呢？好像比如说现在你们啊，我这个台就是一个门，你们向着我，你们现在在家里面向着我，我就是你们的门，对不对？
你们的左在哪里？对啊，右呢？这个就是老虎的位置，明白了吗？不管它是西部啊，不管它是 west， 它就是老虎的位置，位置是老虎，明白了吗？好，现在我们这么说啊，靠大家的想象哦。那边是门，好不好？那边是门啊，右边在哪里？你们的右边，对，在这边，对不对？哎，这边是老虎，对吧？肯定的，明白吗？ Depends of your left right， 左青龙右白虎， left right， depends of your right side， 啊， where is your right？ 你的家的座山的 right side， 在这个地方，这边就是白虎了，懂了吗？好，那我的西在那边呢，门在这边哈、哦，门在这边哈、哦，我的西在那边怎么办？或者我们说，这边是你们的门，你们现在在家里面，啊。虎位是不是在这里？西呢？西在这边。哎呦，那到底哪里是？哦，有两只双胞胎的老虎，往你斜，往你斜，不是，不是。好，听得懂？第一个门就我就是你们的门，听得懂啊？第二个，你们的老虎位在哪里？那边。第二个，第三个 ，west 在哪里？这里，对不对？好，第四个 ，west 在这边，好 ，east 在那边，好不好 ？west 他们就是 west， 好不好 ？east 就在那边，南在哪里？南在这里，懂吗？这个就是南，明白吗？为什么知道呢？顺时钟，东南西北是顺时钟的，知不知道？谁听不懂？东南西北听不懂的。那听不懂我没有办法，那个东南西北你要自己去学了啊、哦。好，东在这边，西在这边，现在你们不要忘记哦，我是你们的门哦，虎在这边哦，不要忘记哦。 west 在这边啊、哦，所以东南西北是不是这样子算？所以虎是从这里弯向到这里，西就是虎的头，明白吗？西就是虎的头，你们的虎的胃是他的屁股，哦、oh, sorry backside backside 比较好听啊，懂吗？所以你的虎有多大？这么大，听得懂了吗？当然不要羡慕那些一直点头的，他们也是用尽心啊，一直来听讲座的，你摇头是正常的，慢慢学，学以后了你就会啊点头了啊。好，那么我慢慢的告诉你们，你们就会慢慢的懂啊。所以你要分几个步骤，最有福气的就是那些 YouTube 的，因为他赶快 boss， 然后叫我再重讲多一遍，再 boss， 再重讲多一遍，我就要乖乖的一直重讲，一直讲到他懂为止的，真厉害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 paper 啊，然后现在 boss 住，为什么呢？哎 daddy 啊，那个 floor plan 在哪里啊？哎，我们的 west 在哪里？他还可以跑去外面看看了，在 YouTube 再回来再 on 啊。所以这个大家下个应该是明天后天就可以，应该可以看到了啦啊。好，再来我们看荧幕啊，这个住宅的西方啊就是白虎位啊，卦象对卦也是白虎位，但是这是西方白虎位，要记住。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是 west 的地方，你的西方也是你的虎位。哦呦，哇，你那只虎是很凶了啊，懂不懂？但是呢它就是很集中，很集中，懂吗？ OK very good，这样看得懂了吗？会不会比较好懂？大门啊，坐山，对不对？坐山啊，大门坐山，然后呢左青龙，对不对？左青龙右白虎，是不是马上就能懂了啊？
先懂这个，先懂这个，所以你们有乌图，就能知道你们虎在哪里。因为先把虎的位置搞清楚，啊，住宅的三只右边，也称作白虎，懂了啊？有谁有一点 blur 的？举手。哦，很好，来，我们继续。嗯，不可以太久，太久他们就会 blur 了啊。哎，现在就我家在黄色的那个是我家，啊，通常这样黄黄的应该是庙了。OK， 啊，什么叫猛虎扬首？就是我们说的白虎抬头，现代人说的白虎抬头，古书没有白虎抬头这个东西。啊，现在是要白虎抬头了。什么叫白虎抬头呢？什么意思呢？自家的住宅西方，你家住在哪里？啊，你家的西方，啊，你家住西方，高楼。所以第一，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喽。家里西方下山在哪里？哎，真的有人不知道的嘞。我问他住几年了，七年。太阳在哪里下山？不懂啊，没有注意啊。啊，太阳在哪里下山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说没有注意的人呢，肯定没有西上。有注意的人通常都是被照到很假了才会知道。啊，所以只要这个自家的西方有高楼，那么东边呢的建筑比较薄弱，比较单薄，比较矮，看到吗？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犯了风水煞，这个啊，所以白虎方位啊，当然白虎是不是凶不一定，白虎有吉有凶的，好，有吉有凶不一定是凶啊，但大多数是凶了。虎方如果好的话啊，家庭特别好，而且呢会经常发横财啊。家中的女儿呢会很漂亮啊，所以你看看你的女儿长得如果像我那就严重了啊。虎方如果凶呢，口舌啊，这个车祸而且是经常啊，官非啊，或者牢狱之灾都会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容易出现这些状况呢，啊，当然可以要化解，要会化解。白虎煞啊，这种看起来没什么嘛，哎，你住哪一座？那一座，我住这一座，我住那个前面我的比较高啊，后面那两座就是我住的，很容易啊，对不对？但是他并不知道原来他已经犯了白虎煞，叫猛虎扬头啊，猛虎扬首就是代表我们说的白虎抬头的意思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犯了白虎抬头。犯白虎抬头会怎么样？破财，夫妻口舌，黄色的这个地方，这个住家的人十个里面应该会有四到五个人啊，五个家庭无缘无故就离婚，要不然男朋友走到一半就不见啊，或者守财守不住，所以你们回家不要马上回，去找你们的西部在哪里，然后好好的看一看，懂吗？好，要记住这个就是山，懂吗？好，一个屋子一定要找好。如果我们去一些地方很多高楼大厦，对不对？很多高楼大厦啊，那么你要知道哪一座最高，哪一座最大，那一座就是座山。因为看屋子你们知道对大门后面是座山，大多是这样啦，你们都懂。如果看 building 怎么办？对不对？看 building 你就要看哪一座在这一区是最高最大的，那个就是座山。那座山会不会移动啊？会呀，啊，会移动啊。新加坡有一个72楼知道吗？那个就是座山了。有没有移动？有啊，被那艘船给带动了啊，又起了一个船，就是那个船没有它高啊，这是雄伟壮观嘛，
啊，所以那边现在是座山了。啊，那么那边座山上的背是什么呢？海呀、啊，哦，背山啊，是吧？面海的，哦哟，是不是？所以有空多去了，你就知道死了。啊啊。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做账理财的人，我告诉你，那些地方啊，那你开口，你说要多少，你开口，五十万够不够？放在你的 pocket 五十万都不够输啊，输了还借啊，千万别去赌场，千万。过年你们想去啊，去走走，浪费那个 stupid 100块可以了，啊。对不对？你包红包100块给我，我带你去。外面呢、啊？外面，走不进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去，因为这些地方会影响我们的运的，会影响的。啊，那么，有些时候人不是倒霉，懂吗？是因为就好像，比如说现在谁是最幸运的？刚刚中马票是吗？好，来，你站在这边，对不对？我拿一个扑克牌，啊。那么你猜这只大还是这只大，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这样猜久嘛输，明白吗？所以千万不要去。再加上那边的风水格局是非常好的，住在赌的地方是不好的，啊，这边有赌的地方，你住在这个地方不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气一字一字在泄，人什么叫泄气知道吗？你一进去啊。就大多数是输出来的，那叫泄气之方，懂不懂？所以有时候你们看风水书，哎，泄气方什么来着？不懂啊？家里有没有泄气方？啊，有，放屁的地方，厕所，对，啊，厕所是泄气的地方，懂吗？泄气的就厕所了，所以厕所是泄气之处，明白吗？啊。那么这个山的位置找到了之后，青龙多么矮呀、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家的青龙位千万不要矮矮小小 QQ 的，啊，你看那个虎多么凶，知道吗？所以回到你的家，啊，你虽然不懂东和西在哪里，好像这个西，这个是西，然后这个布丁又那么大。又在你家的这个老虎的位置，哦，那就完了，这间家就真的不能住了，啊，租给人家，啊，你可以租出去，啊，给租住，租出去不是给租住，啊，那么如果方位里面的格局不好，啊，我们就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租出去。不一定要卖的，知不知道？好，这样呢，现在很难看到这个啦，对不对？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真的很好，全部走地上了，啊，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马来西亚呢，多很多，马来西亚很多，有时候鸟在上面呢、啊，不衰呀，说是有，啊，所以这个位置，这个也叫白虎煞。白虎煞，哎，旁边没有东西，对吧？青龙位不可以空的，青龙位空就完了，这间家就不好了。所以首先一定要先找到他的三位。所以很多 shopping 他们叫我们啊帮他们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他的青龙位和白虎。那什么样的屋子是最好的？在你的天台外面，如果你的天台是向了，你后面是坐哈，坐。的前面你看到青龙白虎都平均大小都一样发达咯，那边呢、啊、有人要自杀就最好不要选那个地方，怕跳下去不死啊，头断不死衰啊，脚手脚全部都断到完啊，嘴巴只有嘴巴会动，那不是衰、啊、自杀最幸运的就是会死，不幸运就是哎半死啊，你看呢啊，好，所以有电缆啊这些东西啊，还有电压啦、啊、这些都是会，但是
有一个要记住，我们有一个是那个电箱，很大的一个电房，对不对？所以很多有一个风水师，他跟我的一个客人说过，最后带来的客人找我，啊，说这一间最好。说为什么呢？你旁边有那个电房，啊，因为他们是私人屋，啊，旁边有个电房，那电房要锁的嘞，啊，要什么 BUB 什么才可以进去啊？也是很少人进去的啦。那电房就是他们整全部的那个电啊，就在这个。他说在隔壁很好，在隔壁很好，为什么？说在隔壁会发财啊，做偏门的是最好的啊，是健康会很好的。他老婆的这个肚子、孩子的胃呀、啊，都有癌呀、啊，还好啊。所以这些应该要怎么化？可以的话就搬，不要化啊。那不可以的话，还是要住的话，因为有些人installment 还没有给完嘛，不可以搬嘛，算下来不划算嘛，好，那就好好的计划一下怎么样去化掉，好，所以不要去靠近那种电房，那么电房在你的虎位的话，哦呦，那就惨了，知不知道？电房不要在我们的虎位，但是有师傅在教的时候错误的引导，我们的家不是有那个电表吗？啊，那个叫什么？但会有电，它会跳的那个很多粒的那个叫什么 ？Switch box，Switch box 是放糖的是吧？是的，你看，那骂人就是 shit， 那个是 shit box 和 sweet box 和 sweet box， 啊，英文就是啰嗦啊，听啰嗦啊。OK， 那个 box，electric box，OK。那个啊、哦，说不要在白虎位，那胡说八道，那个根本没有东西的，懂吗？啊，你们不要去听到什么，因为他们叫你们放一些东西啊，哇，很贵耶。啊，他给你看，你看这个是不是白虎位，白虎煞，对不对？不好哦，就所以我们家也有，因为这个是大主屋，所以大殿，我们的家呢小的。而且他很聪明，他会说只要你们的这个 sibo 靠近门 sibo， 你的门在这里，那个门在前面后面左右，只要离三尺啊，在门到三尺有你的电的，赶快移，就从这边到那边三尺的位置，最远是五尺的位置，如果有电表那个哈、哦，要赶快移，要不然的话呢，泄财，夫妻吵架，儿女生病，这都是 nonsense， 不是真的。你就算住在 hotel 啊，夫妻也吵架，啊，所以他问你是不是，是不是每次做工老板都会讲你，每次老板是不是同事之间啊，吃饭的时候很好，做工的时候每次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包干料，隆重嘛，喜欢你款你，这里是不是这样？有人敢跟我说我做工很轻松，不用做的嘞，老板帮我做，有没？对吗？小三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都是用骗的啊，这种不好，千万千万记住啊，你们家。前面的那个电表，左右电表没有关系的，那个没有影响的。你要知道为什么没有影响吗？那这个在安全情况下拿剪刀把它全部的电剪掉，请问哪里没电？家里，对不对？你隔壁有没有电？有啊，那就不会有影响，明白吗？好，楼下的总电房你试试看，你打掉，你看还有没有电，没有电，那就有影响，明白吗？啊，懂了哈。你知道他发明这种东西呀、啊，然后他卖的东西，我就不讲他卖什么了。哇，很好卖耶，知道？因为每个人听了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谁的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宣传这个东西啊，今天来宣传的话，全部都买了。
啊，而且他还很慈悲的，你先拿回家放，然后慢慢给，啊，就把这些真的，所以风水一定要传授给大家，让大家懂，明不明白？我有顾客问我这个问题，他买了1888，买了那个东西，然后拍照了问我，啊，我跟他说不用这样，你放5粒米，你知道吗？在你的电表上就没事了。我骗他的啦，他不相信啊，你叫他说没事了没有，我就是放5粒米在上面啊，要晚上半夜12点的时候放，然后把灯全部都打开，明天早上7点才把它打 on， 知道吗？啊，把灯都 off 掉先。好好，哇，你知道在微信讲到我多好啊，我会告诉我很多朋友啊，隆重办过了，就是我了，知道吗？这是骗的了，骗的。我以为很小，新加坡很小，等一下我传到来，就传到你们了，就知道啊、哦。对，你要说，对呀、啊，啊，很准啊，很冤枉啊，懂吗？啊、哦，所以不要相信这个，这个不是真的。只要记住，剪掉了，只有我们影响，他们没有影响，那就不是了，明白吗？啊，好，来，那么。只要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会说这个啊，就是阳手的作用，就是要咬我们的意思。那么师父有一个问题，私人物当然中枪，对不对？如果政府主物呢，对不对？高楼大厦，政府那20多个人谁中枪？不一定是你的，放心，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些，不一定是你最倒霉的那个。谁是最倒霉的呢？犯太岁的，好像比如说今年猴年冲老虎咯，老虎那个就要注意了，哪个人是老虎啊？这样就要特别注意，是这样而已啦，啊，不是全部都离婚啦，不是啦，啊，那么那些日下见比肩的离婚率就高，如果住在这个更高，啊，这个你们听不懂，但学生们听得懂啊。好，明白啊。好，这个家居内局，这个家居内局啊很重要，内部看起来有没有问题，漂亮是不是、啊、beautiful。 坐山首先一定要知道坐山在哪里，看到这个坐山在哪里了吗？门在哪里知道吗？看得到门吗？后面的朋友看得到门哦，门的地方是不是朝向，对不对？向后面是不是坐山？你看他坐山是不是缺一个角，所以叫右山。他的山缺掉了一个口啊，明白吗？大家能不能知道，如果我们过一个山啊，过一个山，过山底下有一个口啊，哎，你会不会怕那个会跌下来、啊、明白吗？是这样的意思，懂吗？所以这个缺口是很不好的，就是在这里。好，我们看图，你看这边这个地方，千千万万要注意，尽量不要找这样的屋子啊。当然你们看到这张图就知道有这样的屋子了啊。这个为什么就缺一块了嘛啊？但是有些人会说缺这块啊，有可能是我们的凶位呢，对不对啊？当然是你的凶位，当然就好了，缺了嘛。五鬼位哦，缺一块很好，懂吗？但是三之气还是没有了，比如胃病啊，那个盲肠，把盲肠给割了好不好？好哦，但是以后呢当然就有很多不好，明白吗？啊啊，女孩子身材好好不好？好，但她是吃减肥药，到时候呢就有很多麻烦了啊，乳腺癌什么癌都会来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呢缺角啊，总而言之我们的屋子尽量选四方的，不要选这样子的一个大缺的啊。坐山的右方啊，右方或者正西方是厨房，就叫白虎临财房啊。白虎临财房会怎样呢？耗财重伤亡啊。所以你们不要一直只会
啊，立门建造，钱财多好，不要一直只记这个，还有很多的诗可以记的啊，山管人丁，水管财，左青龙，右白虎，学多一点，这些总共有千多首啊，啊，怎么说呢？你这样看就看得很仔细了啊，所以门一旦有了座山啊，一旦有了座山，好像你家那个是吧，座山你知道在哪里啊？对了，左边在哪里，右边在哪里，对不对？右边的位置，你看它的左边右边，右边的位置尽量不要是厨房，尽量啊，右边是厨房的话，女孩子多注意，我们男孩子可以不用管，女孩子自己要多注意一下健康啊，什么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啊。但是如果严重呢，严重的话耗财重伤亡，就是很严重的话开刀动手术啊这些。如果你的命比较硬的话呢，那你的命就重了。那么命在每天煮，我很少煮的，算不算？可以啊，啊，那伤亡那个命啊。但是你要 confirm 你的命是杂爆的啦，啊，你不要你的命叫你的时候，妈咪，那个是杂爆的，到几粒是杂爆的，要注意。啊，好，所以在风水上啊，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要特别的去留心，要特别的去注意了。啊，家里面，现在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山在哪里？然后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好，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叫三行化白虎。什么叫三行呢？还记得我教过你们吗？灶炉底下。啊，两层，上面是火，对不对？炒菜的火，火生土，土生金，对不对？火生土，土生，所以火生土，土的底下就放灶炉，放那个打得破的那个什么啊 ，clay English clay， 啊，我学到了啊，我以前叫做沙坡，他说 no 沙坡，沙坡是还那哈。我说是沙堡，那不，clay clay 啊，啊，哎盘呢？盘也是 clay 啊 ，clay 的啊，对呀 ，clay 啊，所以我去好个才叫 give me a clay， 不可以啊。颜色代替是什么？就是什么意思？里面都放，但是里面有没有放东西？啊，也可如果放这个碗啊这些哈，啊，就不用颜色了嘛。啊，这底下呢放铁，放锅。啊 ，box 啊 ，box 啊，啊，放那个 cooking thing 就对了。啊，麻烦了，啊，所以下个星期你们。就可以听唐师傅 use English 啊，好，底下，所以这个就是火生土，土生金，这样就能够化白虎，朱子白虎来，那不来我们家去哪里？啊，你放一个 sign 在那边 ，go up， don't come to my house， 啊，是吧？对啊，所以虎牙不能随便掉。不能随便带虎的牙，不可以随便带的，会引来虎爷的，会引来白虎的，会引来虎煞，哦，不可以乱带啊，虎牙辟邪啊，有那么严重吗？你的邪真的需要带到虎牙？哇，那是很邪的啦，啊，不用了，辟邪啊，啊，大哥啊 ，skin 啊，皮，他们是毛皮啊，可以带，那个可以带。啊，但是带虎的东西全都是很容易引到白虎来的，小心啦，小心，好，
带的话，如果老虎问你，你就说 no no no， this not yours 啊，对，嗯，啊 big cat， 好，所以要记住啊。那么如果遇到了这个位置真的不适合做灶炉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灶炉千那个底下那个厨啊，千万不要做中破的，就是打开。啊，炒菜炒菜下面打开，这样打开不要，要做这样的，拉出来的，两片一个两个就好了，会不会？不用看风水啊 ，stupid， 还要看风水用吗？对不对？或许你们会觉得哇，师傅你这样讲就没有人看风水了吗？是不是？嗯，很多啊，你越这样讲越多、啊，他们学到最后不。当然当然，也有人越学越厉害的了啊！今天又给我 diss 了，难不倒我，是不是？今天没有啊，上几回有，都是一些师傅级的人来。我最近听我的以前的学生说，我的学生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去做风水师了。其实不用经过我同意，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做师傅，你们就可以去。那么如果说我知道的话，当然我就会告诉你更加多的诀窍，你遇到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好像这个黄师傅那边装修费啊，全部都是他自己出到完的嘞，然后他愿意把我的名字放那边啊，我看别的师傅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和唐师傅他们看到我是真正是怎么样，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学生，但是那个学生没有跟我太靠近就不知道，就是每次印象就是滴滴丢埋啊，师傅这个啊水位是不是放这边，你是猪啊，告诉我不湿就好还要骂我啊。那如果是学生 customer 呢，哦不是在那边啊，对呀、啊，你要学做师傅不可以犯下如此大错，因为现在我还能骂你猪，是吧？如果有一天对不对我跟佛走了嘞，那你这样巴波呀 Master 啊，谁是你师傅？所以真正的学风水一定要想办法把你里面的那位老师拿出来，懂吗？那就开智慧了啊，这不是老师要骂，也不是师傅要骂，猪也不错嘛，啊，你看正月初一落后生意，嗯，都也生意落后。OK， 好，啊，那么这个是大家连想都没有想到的，这样也是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风水学上啊。这种也是犯了虎位的这个煞，就是犯了白虎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我们家的一样，右边西部不要做那么大的一个衣柜。所以为什么有些 customer 说，哎，我这边想要做什么？我说不行，然后他最后就不要请我看了，请别人看，别人说行。你们家的西部或者你们家的右边是不可以做这个衣柜的 walk-in cabinet， 很大的那种啊，啊是不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招来什么呢？血光灾、离婚或者外遇，外遇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懂不懂？对对对对对，西边家里的西边，如果对，比如说家里下山这边里面我的主人房，然后呢我把它敲大了之后呢，不是有两个房吗？这个房是西嘛，我用来做 walk-in cabinet 啊，很大哦，我这边用来做睡觉不可以，你这边应该用来做 walk-in cabinet， 你那边叫睡觉就可以，不要在西部那边做就对了。
啊，另外一个，不要在你家的右边坐，啊，不要。那么你的家的右就是 西，哦呦，那就绝对不可以坐了，明白吗？所以你们今天回家，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把青龙白虎全部都讲完？你消化不来，因为你今天回家全部都是右边那边的，啊，然后看右边，啊，全部都看右边的，啊，记住啊。这个呢，一个西，一个东，记住你家永远在中哦，你家要在中，啊，这个像什么？像一只站起来的那个老虎，站立的老虎，站立的白虎。家庭不幸，血光之灾啊，破财啊，这个人命伤亡啊，全都是在这里啊。所以白虎站立，家庭不幸，血光破财，伤亡人命，是在这样的屋子是不能住。那么会影响哪一个人呢？睡在不同，睡在，所以东命人睡在东北，这个南，东南，东命人睡在东的位置是最好的，有什么煞不会影响你。西命人睡在西命，那么最怕的就是老公东命我西命，一个这样睡，一个这样睡，这不是难，这有人这样睡的吗？对吧？你就要用同化这些啊，你们看到这些同化啊，来化解，懂吗？那叫九星图。啊，但是你用一副就好了，你不要用九个了，除非你跟九个老婆睡，这太夸张了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哈，青龙只要一旦小啊，啊，问题绝对不少。啊，那虎又那么大，那你家又这样子，就不好了，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说好啊，为什么？那个是靠山呐、啊，不是、啊，那个不是靠山呐、啊。明白吗？好，这些都是就是你们会的哈。这个呢，对了，电梯直接的是电梯，开门直接是电梯，当然就不好，这个不用说的啊。这是直冲啊，直冲我们叫做对口煞。电梯是什么做的？铁喽。电梯是木做的还得了，是不是 啊？那么对着这个铁笼啊，这样子一直开，犯官非，因为官属金，容易犯官非，讲不到两句话而已啊，上法庭啊，啊，所以大门不要对电梯，但是看到吗？电梯在哪里？在它的左边，左边的话，那个是，如果说你找到它三位啊，电梯在它的左。有没有偏左？有没有啊？那个是青龙，青龙的位置，那没什么。但是如果电梯是在它右边，啊，看到这两家吗？白虎开口，这个叫白虎开口，就是电梯。你现在要想象你是左边家还是右边家，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右边？左青龙，右白虎嘛，右边哪一个才是真正右边？对，现在你们站在门口，哪一间家不能买？对，啊，只要你站在门口，啊，左边有电梯还行，右边有电梯的话，那真不行，是不是？左边有电梯比较好？不是，不是，没得，就是左和右嘛，真的没办法，要选一个嘛，啊，不是你全部人就跑去选左边有电梯的，也不对啦，啊。那么右边有电梯是最凶的，最最凶的，就是我一打开大门，青龙白虎，白虎那边有电梯，哎呦，那就不好了，就对这一个相了，这个口相。另外还要会看 road direction， road direction 不是有那个你的家几座几座几座那个吗？有时要注意看是不是一个口的形状啊。如果是一个口的形状的话，家整很多座啊，尽量不要选中间，懂吗？六神无主，不要选在我是整座的中间，不要选中间，知不知道？尽量不要中间旁边一点可以，但就不要选中间那个。好，我通常
那么如果中间那个呢，是人家死人不是放在那边吗？啊，那个位置吗？哎呦，那座那区最好不要了。每次就是有可能那电梯会自动开的，然后帮你按，然后你上去准准到才知道是你爸爸在按，因为你爸爸要出门嘛，所以电梯这个就是白虎开门。白虎开门还有什么呢？门对门也是啊，但是门对门不算白虎开门，只算是门对门而已。我教过你们了，记住，如果遇到白虎啊这些铁门用白杠就没问题了，铁门用白杠就 OK 了，就化解了，不用担心的啊。台湾有一位老师，他喜欢叫人家放大藤，大藤的藤条，藤条大条的放在白虎位。他是没有遇过老虎，遇过老虎你看你试试看，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Facebook， 他几个人去拍老虎抓老虎，我不知道，狮子那个狮子啊，从很远啊冲来啊，他开枪你知道吗，棒中枪还跑啊还来啊，哎呦啊啊，你知道很危险啊，最后就要到了，他又开多一枪啊，蹦蹦两枪啊，啊，那个他才闪，那个虎才死，那个狮子才死，很凶狠的。但是白虎，如果你们是在外国，美国，因为现在有美国人也有看 YouTube 嘛，千万不要把你们打猎的那个枪放在那边，千万不要啊，懂吗？啊，所以虎可以用什么样东西来化，我们会教，但是先告诉你们，我说过了，不要去想要化的方法，知道吗？先看你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先去学一学，有的话 Doctor is here， Don't worry about the medicine， medicine easy， 再不行就是怕脏啊。那么家里面一定要，你们住五楼住十楼，一定有邻居嘛，怎么样收邻居的气？收邻居的气不是受邻居的气嘞，你不要去受的气都要死啊！怎么收呢？你家比他干净，你家比他亮，比他清洁啊，那就可以啦。你千万不要去什么西晋八卦葫芦，我该数有的戏呀，千万不要做这些。家里比较干净，笑容比较多，气场就旺，全部的财富就会给你了。看到他们的时候 ，Hello morning， 一公就笑，不要紧。啊，我们华人还是不习惯，但是你要选人呐、啊，老公还是不要对他的老婆这样讲了。啊，不会按来扯的。啊，就是每天都开心的，然后家里面谁说大门不能开的？除非你家很乱。铁门是真的不要开啦，啊，铁门开那就不乱也不会乱啦，对不对？有一个穿丝袜的就会来了，不是穿了是带丝袜，啊，铁门不要开啊，不要开了，那木门开，整间家弄到美呀，放一点香薰呢、啊，哇，人家走过，哎呦，真香哦，好水掉清，懂吗？所以家里面要是最旺的。一定要是最旺的，啊！你们在这一座，啊，在这一楼邻居，你要是最美的，笑容最好的，真的，为了大家好啦，那个衣服啊、内衣内裤啊，尽量不要放在外面，尽可能不要，啊！有时候没有办法，家里面七八个人，对不对？啊，我不能够放，那放衣服就好咯，放裤，不要放内衣内裤，不好，啊，对我们自己也不好。为什么呢？左青龙右白虎，前面是朱雀，这朱雀是什么？朱雀是属火的，你放这些东西在那边是不好的啊，人家 angry 呢，对不对啊？ angry bird 是啊， that's why 有 angry bird 啊所以要注意啊，我们前面尽量不要放这些，
宽一点、阔一点、舒服一点。那么你们这里很多人喜欢种东西，对不对？大门出去左边可以种啊，青龙嘛啊，那你不要乱乱种啊啊，左边可以种。那么种东西他也种，我也种，对不对？谁比较旺？谁的盆越干净越旺？那个盆要干净啊，你不要那种盆啊，肮脏肮脏的，还可以写电话号码的，你知道吗？你用你的手这样可以写电话号码，很肮脏的嘞，洗干净。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呢，粘一点东西在那边啊，弄到整个红红很美啊，这样子你家是最旺的，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种死，种枯死，种没有叶子，你不要种，千万不要种，那你那间是泄气宅，懂吗？你那间泄气宅，千万不要再种了，种了就不好了啊，泄气啊。有些是没有阳光，有些是阳光太大啊，超大。有些是很旺很舒服，也不会大，刚刚好适合种，但是不大，因为他种石榴啊，每天晚上好了改办，人家去北市白市回来就改办改办啊，然后改工等就等就改办办能改的嘞。他买那盆几百块嘞，收到来不够三块，不要去偷人家这个啊，所以要记住啊。好，这个山管人丁，水管财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未看山时先看水。还没有看山，山在哪里？山对你们来说已经很难了，对不对？找到山都很难，还未看山先看水，我这山都找不到，还要叫我找水。简单的水，简单的水啊，简单的水，就是你的水龙头从哪里来的，去找一下你们的水龙头从哪里来的啊，门外面，对不对啊？那门外面是不是有一条拜啊？就是你看到它是穿进你的墙壁的，对不对啊？那个什么里面转弯啊什么，就到那边，那肯定了啦，在这边就是水。在这个地方下面拿你的苹果电话量一下，怎么量？这个是那个墙壁啊，这个是那个墙壁，然后这里呢就是那个拜进去的水，你就这样子放，这样子放，你就知道这个位置如果是北，那你这个水就是北，从北路，我们叫做水从北路，东就是水从东路，东南就是水从东南路，就是这样。那么东南路啊、北路啊、什么啊，这些都没问题啊。当然也有的讲究，只是没有办法讲到那边去。如果是 west 的话呢，那叫白水啊，白湖水，也叫白湖井啊，那个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所以你看到吗？两个人的门对照，有没有看到？中间那个是楼梯来的。一横一横那个是楼梯来的，有没有看到？是最不好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大多经常争吵啊，或者是家里面呢不和啊，有很多的是是非非，很多的情况。有楼梯的话啊，那应该怎么做呢？不要种东西，门对门，看到吗？不要种东西，就在这里，这两个。这边不要种东西，千万不要种，靠近楼梯就不要种东西了，千万不要种。什么就是种植物泄财，那个财就是材料，那个树的意思啊，财啊，花的意思，木材的意思，泄财。所以你可以叫你的邻居啊种东西在这边啊，好假了，好假了，好给他的头奖不会开、啊、好，如这一点，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有嘛，要学。你的神在这个地方，如果对面也是在这里，千万要把你的神拿走，不可以，神不可以对神啊，神对神，村庄无人啊，这个村以后就没人了
明白吗？啊，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而且也担心受不起的人呢，以后孩子会生成怎样，生孙啊这些啊会白痴啊，或者小小的，明白吗？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是不对的，但是在风水上啊，除非有师父指点，除非有师父指点，要不然呢，神千万不要在这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在这里，对不对？不好，在这个地方不好，记住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后面有人睡觉，如果没有师父指点不要，有师父指点当然可以啊。那么这个哪里是青龙，哪里是白虎，这一座 这两间哪里是青龙，是这个吗？这个是不是青龙啊？说这个是青龙的举手，说哦，这个青龙啊，这个白虎的举手啊。那你们都是买几多几水杯盖料就丢了，转盘 iPad 了，包丢了，卖一丘就对的了、啊、是吧？不是啊。好，门在这边啊，这次不是刚才那样的，很简单的哈。门在这里，这是向，记得吗？向啊，这个是座山，这个地方是座山，就是这个地方是座山，这个懂吗？啊，这个座山，这个是向，看了，这是向，这边 corridor 这边是向，懂吗？这个门呢叫朝，不叫向了，叫朝，坐东向西门朝啊，这样子。懂吗？啊，这个就是坐 sitting position 在这边。好，这家请我看风水啊，他的坐山在这里，坐什么？坐东，比如了，比如坐东。这家也是，哎，师傅你也来跟我看看 ，stupid， 因为坐山也是东嘛，不是一样吗？还要请我看，但是我不会跟他讲的，啊，我会进去了才讲，哎，不是，收到了钱才讲，懂吗？所以。这个你们有看过吗？ corridor 吗？这边不是啊，走廊吗？对不对啊？你们应该有看过，朋友也有住过这种地方是吧？这样的地方，好，所以它的坐山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坐东向西，它两间都是坐东向西的，懂不懂？它的坐山都是在这里的，这里是坐山的，懂不懂？然后向呢，向在这里，为什么呢？它的窗口最多。所以是象，懂了吗？象是不是一个窝，然后一个洞，象，知道了哈。那么这边呢是东，南在哪里？南在这边是吧？顺时钟，南。西呢？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啊，它的门像什么？这个门向什么？向南。这个呢向北，所以不一样哦。坐东向西门向南，坐东向西门向北，不一样哦。它就是那个气口不一样，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坐，这个就是向，懂了吗？坐向要分得清啊，这样子你们才会知道说，不是左邻右舍都一样的，不是的啊。所以在风水上啊，这个坐和向分得清楚的话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西，看到那个西吗？那条线是路啊，有时候我们驾车的人不知道，因为你驾车嘛，其实你注意看，慢慢注意感觉那个路是有一点斜的，偏斜的啊，这些这样也是叫虎，这个也是叫虎，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就是以为我是最高的了，是不是啊？我是最高最强的了，但是你后面呢，后面是垂下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后面呢那两座小座的是高的，哇，那你的青龙肯定是强，你靠山是强的，就击退白虎，那叫下山虎，
下山虎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啊，在这个风水上啊，我们说这种情况，屋宅大门外形格局啊，右边比左边还要长的话叫白虎伸手，这种就是黄黄那个是我的家啊，这个左青龙右白虎，右边那个屋子或者房子比较长，那我的家在这边，它的右边的虎位比较长，那个叫白虎伸手，明白吗？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家啊，你看右边是不是有屋子跑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时候有的，你会看到它的窗口啊 customer 的你的邻居的窗口，同一个楼，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住这里，对不对？这里这边还有屋子 L 的嘛啊，那么是这样啊，这边 corner 这个一定是 corner house 的，对吗？我们住这里，我们住这边，这样子，这个就叫做白虎伸手。白虎伸手，你的财运啊这些啊都要特别注意，特别不好啊。但是你如果是主这个女人啊做主的几率就很高，所以女孩子要学，有必要我们就要摆这个阵啊，对不对啊？立家的家中的这个女孩子是很好的啦，对女人啊。好，那么大家要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哈是 L 型的，哎，这样子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白虎啊伸手啊，就是这里啊一定暗的，这个地方一定是暗的啦，不用讲啦啊，那么你家就很多麻烦了，你这间家就不好了，要住，但是你的老婆还是很好啊，女的都很好，男的就越来越衰落，越来越衰落啊，然后最后才说什么老婆克我啦什么啦，不是屋子选的关系。另外还有，不要你们回家的时候要看一看你们的地，不要马上回家，看一看你们的地，你们的家一楼楼下电梯那个位置，那块地是卸下去的吗？如果卸下去不好啊，有一些人停车了之后把车门关了，走楼梯下去才坐电梯，诶，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卸地，那个地是卸的，那不好，泄气的地是不好的。那如果是捧上来的，哎呀，你又住在上面了，哎呦 very good 了，恭喜你了啊。所以家里面真正的，你们今天如果谁是第一次来的举手，第一次来都第一次啊，哎呀，第一次会不会太深了、啊、第一次刚才举手的人会不会太深，会就举手，第一次没人举手很好啊，有没有搞错啊？点头最多的是你们呢，都点的时候这为什么还是最深呢啊，是有道理啦，是吗？所以这个是很好学习的。你想一想，我们下来还有这个九号啊，还有青龙，想一想是不是、啊、还有青龙，还有这个常师傅讲啊，那个是你们又有的消化了啊，然后这个消化一下了之后，白虎消化了啊，青龙朱雀玄武，然后呢如何化解？我相信如果一直来的朋友，你肯定会带朋友来，对不对？如果你的朋友来，你带他来的时候要记住，你也要教他一点点白虎的东西，因为他来白虎没来青龙嘛，啊来青龙没来白虎，对，来青龙没来白虎啊，就是 I bet 九号来应该会带 four blender 的，那带了 four blender 之后呢，哎呀又忘记写东南西北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又另外一个拜六才来，是不是？
我们礼拜天也有讲座，不是没有，我们现在要开始慢慢拜六礼拜都讲，不要让你们那么急，让那些很喜欢学的人，你不了解哈、啊，抽白粉啊，他不可能分分钟抽的嘞。但是中了风水和命理的毒啊，是分分钟的嘞。一坐下来遇到自己而已啊，哎，你懂风水哦，你的家一直跟人讲了，然后去到人家的家一直讲的嘞，隆重就剁了啊。喜欢啊，所以他们喜欢天天都讲，有没有师父天天讲我都来，对不对？但是也要让你们消化一下啊，让你们消化一下，回家去看看你的家的白虎的位置，因为下个星期要讲青龙的位置了。青龙的位置我们大概也是抽一些重要的出来给你啊，给你们去学。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啊，白虎伸手，知道什么意思了吗？是吧，懂了哈。那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白虎开口呢，开口还记得吗？白虎开口啊，真的是不是 啊名词大概记得，你们也会懂啊。那么如果跟你说这个白虎抬头呢，知道吗？啊，对，白虎抬头啊，这些都要懂一些，至少你懂了之后，你在对应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你去你自己的家，你今天回去肯定忙了，肯定很忙的啊。哦，麻烦你跟你的爱人讲一下你在做什么，你不要等下出，嘘，不要吵不要吵，一直在家自己看，看到等，哎呦，差嘛差嘛那个。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在有可能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会不理解你，甚至不支持你学这个，所以在家不要，没有人，不要因为老公的反对你就吵，不要这样子。风水讲究和气，偷偷的摆一些局啊，怎么摆啊？这个窗口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垃圾桶应该摆一个局，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老公好的时候呢，啊，你才把你的真面目跟他说，我其实就是风水师。对啊，女人男人都一样，做这些不绝对，我没有听过一个说，哇，我做这个不是为了家，是为我自己，我老孩子老婆怎么样不管，我没有听过做这些都是为了，然后看到她的老公明天哎找到工作了，是吗？你知道她心里面好恋呢，哎，很开心。但是如果我也有一些顾客是一直求马票的，师傅啊，你说啊，你叫我这样摆啊，我摆了没有中马票的，为什么啊？我真的不会回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中马票要有很多，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明白，念经念咒先消除，先念经念咒是先消除我们的那些无始劫以来的那些重罪，先消除那些重罪。你无始劫的那些重罪你还没消，你就回向给全世界，你的发心是很好，对吗？但是也要实际嘛，就像是啊、哦，我现在去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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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哇，买到一包饭了啊，然后呢，哎呀真可怜，拿半包给人家，然后哎呀还会很可怜，拿半包，然后你呢吃完了死掉，为什么？太饿了，然后明天还要做工，缺氧，什么缺那个肚子过饿，没有营养，死掉。哦，你会成佛吗？不会，佛不是这样子来成的。但是你将来会做富贵人，也就是说，有可能你会生在货仓啊。啊，你爸爸就是货仓，没有啦，不是老鼠啦。啊，对啊，送货仓，你们以为是老鼠啊？不是，以后他是世界最大的超市的老板的孩子啦，啊，这样啦，啊，跟这个佛没有什么，佛行善都是有智慧的，他知道怎么样去做行善，明白吧？啊，有些人有些师父们很了不起的，人家给他庙，不用，不用，他不要庙的，聪明啊，
然后庙以后就很麻烦的嘞，徒弟来抢啊，什么什么啦，死的时候死了嘞，没有人管了、啊，遗嘱写什么？师父给你呀、啊，哎呀，那么不是给我，那师父提到波兰改两阿弥陀的，方念佛偈而已啊，那多可怜啊！世界上真的是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师父，不要庙，有庙他去讲，讲了他就走，他也不用你有一个房间给他，也不用有他的餐具，不用，什么都不用。净空法师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他就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肯定往生，他不往生就完了，他肯定往生的啊！如果想要保证百分之百往生西方，你一定要听他的录音带，DVD 都有免费的，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出家众。他就是一辈子，如果佛现在我帮他回答，他讲座讲到一半，如果佛说哎走 no all right 走了，没有牵挂的，绝对没有牵挂，完完全全放下。真正的你要学这位老师，那当然我没有那个福气，西方太远，我还是回南方，南方我比较喜欢啊，但是去了南方，我们还是有空可以去西方走走的。可以 MRT 吗 ？Go straight then left 到了。没有了，一念间就到了，一念间就到了。所以要大家记住，念保身陀罗尼，这个保身陀罗尼经，念的时候一定要从少念起，不要从多念起。我很辛苦啊，开始的时候知道大家贪财，不要假。都是宅宅的了，贪财没有做嘛，对吧？但是贪了财，我们如果你求财的方式是用在家庭，用在正确的呢，那不叫贪财，那叫求财。如果拿了之后去夜总会啊，那叫贪财。啊，钱都是一样的啊，我中马票嘞，啊中了马票，请我吃不要，然后去赌，哦那种是贪财。对不对啊？去供养三宝哦，那是真的非常好的，所以一定要记住，先把你们的业障去掉。最好的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念21遍啊，108遍啊，188遍啊，哦哟，千万不要念那么多，少一点念。所以我开始的辛苦是什么？叫你们念黄财神，那现在还是很多人在念啊，是好的，好的，继续。等到一个时期你就会知道了哦，念保身啊，保身经啊，佛说这个陀罗尼经，那黄财神还是要不要念？如果你们还不习惯继续念，那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呢，我只念保身经了，其余的我都放了。为什么不早早叫我们这样做呢？需要一步一步啊，不能太急啊，就像93年，我开风水一样，我也很想赶快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不可以啊，所以我比你更迷信啊，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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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做的都很好，但是久而久之一定要记住，要慢慢的，我们摆风水格局就是不要被风水给拘住。你们不要摆了风水然后迷信风水就不对了，懂不懂？千万不要去到他家一直白虎啊，不要一直这样啊，那个笑料啊，你我们要认识啊，认识哦，哎，这个是白虎身手，不是，这叫白虎口，不叫白虎身手，那前面有个门吗？不对，哎，你要这样子讲，懂吗？然后告诉他应该什么方法，慢慢的，因为你现在就是说，比如你现在叫我住在一个最不好的风水的屋子，最不好的，我也能生存。为什么？是因为我是风水师吗？不是，因为我知道那佛的力量住在哪里，福人居福地嘛，佛是最有福的人。什么叫福人居福地知道吗？不懂。福人，福气的人一定有好的屋子等他去的，他不用去找的，真的相信我。
那福地呢？福人居。有福的地啊，一定等那些有福的人来的嘛。七号的鞋不可能等八号的人啊，七号的鞋你六号半你穿看看啊，零零啊，对不对？我七号半穿七号鞋痛呢，穿舒服啦，走两步看看，是不是？七号鞋肯定等七号的人，那福地一定等福人。但问题是怎么样把你自己养成福人？不要有一直有那个脸啊，不要一直对马票也是，尤其是啊二奖啊，因为头奖没希望了嘛，还没报哎啊，然后突然间啊一哦哇三个号码完全不跑开了六，然后过后哎呀就去亲你啊，是亲过你啊，刚才那个就亲你啊，不要。有没有中也好，有没有工作也好，是跟老公跟老婆吵架都好，怎么样都好，尽量的把记住养福，把我们的福养好，鬼看到你都跑。如果你不把福养好，鬼看到你说真好啊，该说香槟了啊。我觉得佛给我这个机会啊，这个公司只剩千九块的这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很开心，因为这样才能证实给大家看啊。很多人不要说剩千九，剩一百九十万都没个呗，都没个，都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啊。我们剩千九怎么活下去，对不对？如果你们要看，随时都可以看的。而且我很奇怪的，我做生意，我所有的助理都可以去看我的账的，都可以看的，是在亏还是在赚？这所以他们有时候觉得啊，师傅你还要免费啊？不叫免费啦。说实话，我今天说讲座一人付一个两块，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这没有必要。还有我们的讲座，每次十二生肖讲座一百多块，对不对 ？free 啦。哎，但是这次十二生肖讲座在弗拉玛只有七百多个人的，不是我故意选少人呢 ，free 肯定很多人的，这十二生肖讲座因为是 free 嘛，肯定很多很多人，所以你们到时候要注意报名啊。有时候不要生气嘞，不是我的助理不打给你们呐、啊，你知道我的助理吗？昨天打给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来听讲座，你们知道是谁吗？第一个他打给黄师傅、啊，因为黄师傅以前也是跟你们一样嘛，然后啊，哇，很多年就慢慢学得越来越好。还有我在跟唐师傅开会的时候，他给唐师傅，然后唐师傅听了电话 ，Hello， 我们这里是要听你听讲座，啊，哦，好。你知道弗拉玛吗？知道。那企业讲座你要报名吗？好，我一定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打到啵了啊！啊，一直抬着，咔咔啵了。只是黄师傅是最坏蛋的了。啊，这样的没？没有说谢谢没？他想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剩千九都能活过来，何况是你们，一定可以。但是一定要老老实实念佛，念佛不要千千万万，记住念佛身保佛说保身陀罗尼经，不要一定就定很多，定少一点，一天三次。但是最有用的方法，最有用的方法就是信愿心。首先你要相信，我信啊，信你要证明啊，我孙八，我信。没有用，你孙八没有用，你要做出一些东西，怎么做？啊，写，这个叫做什么 ？Agreement， 我梁振觉，啊，从今天开始，三个月内，早上，啊，念《佛说保身陀罗尼经》三遍，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念《佛说保身陀罗尼经》七遍，之后才睡觉，啊。
佛做证明，不要做回向，好了，放在佛前，你就照这个功课这样做，这叫信愿。你刚才发的叫愿，你就行，信愿行。你发了之后呢，三个月后 agreement 到了，你真的做到了，每一天都没有缺，真的做到了之后呢，把这张回向功德很大，愿望成就非常大，明白吗？啊，当然也有人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一直念的，也有，也有，那个是很大福报了。所以回家可以这么做，写白纸黑字都可以，随便随便的放在佛面前。我现在没有拜佛，放在南方，我不懂哪里是南方，粘在墙壁。我家没有墙壁，那粘在窗口了，我不知道了，那不知道那边吃多少。对啊，你写在一张纸了之后呢，自己放在那边记住。比较没有善根的人念佛一定要看佛，比较没有什么善根啊，所以我们都是没善根要看佛。哎，久而久之闭上眼，哎，就有佛。嗯，那开始了，闭上眼就是你老公开，再闭对一次不对了啊，每天看他还要看他的吗？对不对啊？还有睡觉的时候不要念啊，睡觉的时候不要在那边千万不要，不但旁边人会怕，对你自己也不好啊。所以睡觉不可以讲话，要讲话起来讲话，知道吗？啊，记住。好，所以下个星期你们当然现在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规定你们一定要懂哈，现在报名没有来一定要打电话来，你不要今天打电话来了，今天说要来又没来，今天打电话来太迟了啊！你要提早一天打电话来，然后你的名字不会变成那个咕噜头。我们有很多咕噜头的顾客嘞，啊，就是说来不来没事，打一个电话来，说来又不来又不打电话来一个，说来不来又不打电话来两个，说来又不来又打电话来三次咕噜头。那么这个重复在做，又打电话来又说要来，然后又他的名字，其实你在讲名字的时候你已经是咕噜头了嘞，啊，我叫王小明啊，我们查的时候哎呦咕噜头哎，啊，我要来然后又没来哈，那就恭喜你，我们那边是巫婆巫婆就是哦，他一直骗我们的，一直不来的，明白吗？啊，所以今天来你们全部的那个巫婆啊什么全部都被理了啊，所以刚才还没有写名的快点写名，等下你变巫婆我就不知道了啊。下个星期当然应该会很多人的，因为人现在我们慢慢稳定下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在九号，那么记住我们23号有一个讲座啊，那个是鬼节的，当然我们的助理已经告诉我人很多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大概700多人嘛，大家还是可以来的啊。那么这次来保证啊，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有送你们那个椅子，你坐着听完讲座后不要带椅子走，就出去啊。那有没有什么促销呢？我们的促销已经跟你说了，八方大宝藏啊，我们将会有促销，多少钱现在不说，到时候就会懂。好，我们会有促销，明白吗？马上拿吗？不可以。初一，七月初一烧4包，15烧4包，29今年没有30，29烧4包，总共18，差不多了，那18就差不多了，你的计算方法也是差不多。12包，为什么12包？12代表12个月，也就是让我们12个月到明年的7月，就是一直保到12个月的意思，懂吗？那么12包，你不要12包一起拿，除非你是马来西亚人啊。那么也不要当天拿，因为当天我们收单，我们不给你们马上拿，不好看啊。包包睡包，然后打的气，对不对？落雨嘞，挡雨啊，所以我们会送到你们的家。马来西亚没有送。我讲清楚，在马来西亚就成啊，我们会送到你们的家。
啊，会撞到你们家。那么兼职的朋友、兼职的助理们也要注意啊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十二包是不是马上全部都送？不用啊，初一的前几天的时候了哈，我们就会送四包给你们先，要不然你家放十二包会不会太多？对不对？扫地就麻烦吗？对吧？那么到了十五的啊，有时是初六啊、初七啊，还是啊，我们就会送多四包。但是要了解，因为人多嘛，所以我们送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提早一点点啊，初十这样就开始送了啊。那么到了三十的时候，到二九的时候呢，的前一两个星期，我们就还会再送，所以四包分三次，十二包分三次，这样子来送啊。因为这个七月真的是不说不知道的。有些学生已经知道了啊，因为他们有常常看我的那个万年历都懂了啊，没有看人不知道，明白吗？所以十二包不会马上送，分开。当天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归位图，大家知道吗？谁不懂什么叫归位图举手。隆重不知道咯，隆重举手哦。不懂什么叫归位图啊？哦，我以为你们懂。归位图是什么？我们穿的衣服、穿的裤子啊，有没有洗啊？我看谁在摇头。没摇头没点头是什么？没穿是吧？没穿的，没穿的，奇怪啊。这时候是吧啊，衣服裤子啊都有洗，洗了呢晒，晒了呢啊收哈。你看晒了就卡本，晒了就收，收了呢折。哎，你们没有烫的啊？有烫啊，不要假假，没有烫啦、啊、好，给老公抓到了哈。哎呀，没烫给老公的，这个是有烫，烫了之后就要收起来，对不对？哎，那些白衣服是不是不可以烫啊？烫了之后收要穿哦，要不然它会黄，是不是啊？不是洗，他们说洗了烫白衣服，烫了之后孩子的那个白衣啊，烫了之后你要穿的，你不穿你挂在那边久它会黄啊，会啊、哦、那个安迪没有骗我，嗯，因为我他叫我要穿啊、要穿白要穿，因为我烫了很久你没有穿，我说不用急吗？这不可以会黄，哦，我去查internet查不到的OK 好，烫好了呢就收，对不对？烫好了就收。好，归位图是什么？它就像天理贵人一样，里面都是我们说的咒轮，外面是百分之百的归位图，放在衣服里面，然后刮刮刮刮刮，对不对？是不是关门？里面所有的衣服啊、裤子啊这些，都会有特别的加持。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资料，这个叫归位图。那么全部你整个图都有特别加持。明天早上哦，起来穿衣服，我不拜神的，我不带东西的，或者我不喜欢带那种什么什么，那你的衣服至少有加持。不过它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就是你不回家不可以，你要回家换衣服，要不然就带多一套回去换，穿在二十四小时的，然后过马路不看车就危险了。也就是说你穿了之后过马路可以不用看车了，哎啊，因为他过天桥嘛，啊，所以可以不用看车了啊。 OK， 那么这个叫做归位图啊，一包才十块啊，一样没钱放一包，一个月后才烧啊，有钱啊就十五放初一烧，初一放十五烧啊，就关在那个。那么我爸爸我老公不用，我老公现在很顺，那就不用。但是他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就是女人的内裤不可以摆在一起，要收在橱里面。好，女孩子的内裤不可以放这里，她放这里不可以。男人内裤可以，内衣女人内衣可以，只有内裤。小孩子女孩小孩还没有来世的呢，可以啊，什么裤都可以。那么如果我们是将衣服这样丢呢，丢进去呢啊，最好不要折好放好，不要这样，然后找衣服的时候是这么找啊，对不对？有些人找衣服是这样，有妹嘛啊，不可以
啊，慢慢找，然后我再教大家啊，你们放这个的时候呢，如果我的图是很多格的，对不对？那要放哪一个格？你放一个就没问题了，通气的啊。所以为了要省钱啊，你们就家里面那个最大的那个橱，全部人的衣服都放在里面，要省很多钱了 啊。这个叫归位图啊，衣服，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带东西的，他不喜欢带东西的啊，他这个衣服就不一样啊。那么穿了这他所加持的衣服，你们有没有看过泰国庙？他们喜欢拿衣服，拿了之后给师傅，然后师傅在那边洒水啊，然后一些佛，怎么一路路路去啊？那么的是巴嘎瓦杜啊，那就三不三不杂杂，有没有啊？那我八单八单都是做这个，啊、然后呢啊，洒了一下，他折啊，明天拿来穿，不过那个糟糕，那穿一次而已啊。啊，这个贵是你们可以一直穿，但穿二十四小时，啊，二十四小时后还没回家啊，还没回家不行。明白吗？哎、啊，我的孩子是空中少爷、空中小姐啊，这些需不需要放一包？不用，你放在里面，贵族放里面了之后，你衣服拿了去外国，只要没有穿就没有事。一旦有穿，它就只能 fit 24 hour， 就是这样而已，懂吗？啊，那么在外国，你们穿过的衣服不要跟贵位图的衣服放在一起，穿的不是因为没有洗嘛，回到新加坡才洗嘛。放在 plastic 啦，不要跟它掺在一起啦，这种不用教的嘛，是不是啊？那么柴米油盐啊 ，store 可不可以放？放来做咩？你拿你些锅来穿啊？那是给穿衣服的，明白吗？啊，你们没有看过贵位图，我们有啊，你们可以看啊，有可能他们只跟某一些人讲而已。好，明白了啊、哦？还有什么问题吗？对，大宝藏不单单只是拜祖先而已，还有拜我们的无始劫以来的祖先，还有那一些啊，因为祖先如果投胎了呢，对不对？他不会 message 你啊 ，Your sending is still 祖先投胎了，他不会这样啊，对啊，他不会发 message 给你，我们可以帮忙那些孤魂野鬼。农历十五是给那些被害死啊、跳楼啊、自杀啊这些人呢 啊，不是给他们投胎哦，不是啊，是给他们有替身的机会。所以建议你们就是，如果有些小孩子有梦游啊这些的话，要特别注意家里的门，有些有梦游，有些没有啦，有些要小心。也有些是在晚上的时候发癫，你不要以为他是发羊癫呢。啊、哦，有时候是不干净的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个七月比较小心，这七月，因为这个七月是有五黄占星，你们看到我们的正觉万年历，你们翻开一下就看到了，七月的时候下面写什么星？五黄星，七月五黄占七月，那是五黄在中就已经很受不了了，五黄在一个月，在七月是五黄，哇，那很麻烦哦，好、哦，很麻烦。啊、所以建议大家要去听，至少要讲。那么还没有念那个佛说宝生陀罗尼经，要赶快学念。你念佛说宝生陀罗尼经的时候，哇，你可以不要接手印的，你就一直念。念了之后会有什么好处呢？牛鬼神神会跑啊？不是啊，他会跪，照理会跪。所以我有一个顾客，他说他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他有念。佛说宝生陀罗尼经，而且特别好。我问他为什么好，他说因为我看到这些东西，看到的时候我念了之后，这些东西都跑，都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利，这个人应该要吃药的。我也有看过这些，认识我十多年二十多都懂，都知道我有看过这些，我是这个眼睛看到，然后最后开刀动手术了就没看到了，很 lucky。我最不喜欢看到这个，他们是怎么样的？我说了很多遍，有可能我们看的不一样啦，真的不一样。我看到的就是云，大家知道吗？云有眼睛有鼻子，云啊，一粒一粒的魂啊。那么像云一样，
你走得过吗？走得过云，飞机飞得过云吗？对不对？你走过了之后怎样？就走过了，但是会冷，所以我们人走过的时候不知道的，好像像你不懂的，走过的时候你会寒，啊，所以人家说感冷准，有些人叫做大家来西，啊，就是咋地，他忽然间冷一下，就是他走过那个东西，明白吗？那么走过散了过后，他又聚，风一吹他一定飘，他没有在那边。没有的，抱着树啊，没有的，知道吗？所以风大的地方是没有的。但是他说他看到那个人看到之后，他就念保身经，哇，那些东西很怕就走啊。那我说好，吉祥如意。我不是说那些东西吉祥如意，我说他吉祥如意啊。哎呀，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经本上、经典上，你念《佛说宝生陀罗尼经》，这些就会跪着，啊，受你的念和你的加持，啊，他们就会跪。那么你念好好的念，他们消业，他们能够直接投胎。鬼魂或者是冤亲债主是不可以成佛的，他一定要经过人生才能成佛，懂吗？所以要成佛，旁边人字旁先要把它写好，人要把它做好，佛字怎么写？就是旁边人字旁嘛。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只狗，然后写一个佛的？是，看没有？啊，所以猪羊猫狗多么会拜佛，我们看到有时狗会拜佛，是不是啊？不能成佛，绝对他一定要投胎做人了才可以，哪怕他以前是阿罗汉下来。也是要做人，所以现在你们都已经成佛的路就只有一步而已了，因为你们是人了嘛。啊，但是人你不要写成路了，啊，是吧？你们是人了，就只有一步而已了。哎呀，那一步这么简单的一步，是不是太可惜？如果没有的话，那不用紧，啊，改次再做人，再来，淡了。要做人啊，难哦，那个机会很难。我说过了，你们用头发啊，就是用线放到一楼，线放一楼，针放一楼下面，穿得过，你就可以有机会做人了。难哦，好的气刷为例吧。所以做人，每个人现在你们是confirm一下，你们是人啊，是啊啊，对啊，今年七月还没到啊，有时候我搞不清楚啊。只要你们是人，你们以前一定是孝顺啊！你们会讲，这里有没有哑巴？没有啊，都是有福报的啊！看得到吗？老辉不要讲，老辉是没变的，一定是老辉的，都是有福气的。只要看得到、听得到、会动手、会动，都是大富大贵的人，前世都是的。你们坏不到哪里去的呢？所以如果要好命，你想要试一下，我先不要成佛，我要有钱先，就简单哦，把自己的福先养起来。第一个人要赢的是谁？你的邻居，每天看到他 Hello How are you 啊，这样你最好是老婆对老婆讲了，老公对老公讲了，你不要老公去对他老婆讲 How are you in Angia 就是 I'm fine 啊。那么以后慢慢的，我们的那个兼职的人员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兼职人员，真正原因我是要找培训老师出来，培训师傅出来啊，在我有生之年啊。那如果我走了之后，您放心，白金一定要来教了，这是一个啊，这白金这样啊啊，才能够留下更多的那些衣钵给你们，明白吗？好，今天有带乌图来的，你可以找我的助理，啊，可以找我的助理，然后但是你要先，我的助理不会告诉你什么的，你要跟他们讲，你青龙在哪里，白虎在哪里，坐山在哪里，你要先写，啊，写了之后他能回答你回答，他不能回答你，他会拿给师傅们或者拿给我。啊，我看八才是 fear，
明白吗？今天来，所以不要以为拿乌图来就可以 free 啊， free 你的头了， free， 你要先做功课啊，做了功课 pass 了，就可以啊。那么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刚才如果有踩到你的脚的话不要介意啊，这踢到你的头踩到我的脚，对不对啊？不要介意，你会了帮忙帮忙，哎，应该是这边，互相的像大家庭一样帮忙，应该是这边啊，不是，不过你不要像我这样 stupid are you not here 不需要把你来看，虽然 rather but 不要啊，不要那么 stupid。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宝藏可以，真的是很好的，放心，它能够超度很多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人家陷害的啊，喝醉酒被车撞的很多，当然还有我们的祖先。所以很多人说祖先不一定要超度的，有可能他们早就超度了，是啊，但是如果做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们的祖先，你就不会做了吗？那就没好不好了吗？可以我们就做，不可以就没办法，这一点点。那大宝藏我不要烧十二套，我没钱，一套可以吗？可以，也是可以的，明白吗？不要那么勉强自己。好，好，还有什么问题？你们是新加坡人吗？在住在新加坡啊？啊，对啊 ，OK， 啊啊，我听好像马来西亚这样啊，啊，对，初一十五烧大宝藏，但是等到七月的时候就不要了，因为七月的时候你就要等到七月初一和七月十五，啊啊，这比较特别一点，啊，后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买箱子啊？啊，金座啊？什么？哦，他是说买大宝藏啊，为什么不要买那个祖先的那个箱子，里面有放衣服啊、鞋子的那些的，对不对？啊，那些不一样，那些不一样。大宝藏里面一张金子都没有，一双鞋子都没有，因为我们不相信烧鞋子他们可以得到啊。如果烧鞋子可以得到，我有很多信啊。Dear Daddy and Mommy, please can you come to my dream? 他们收到，我们不排除他们会收到，但我们比较没有什么相信。但是大宝藏没有这些东西的，大宝藏烧的里面都是经轮和经文，而且是可以火，我们叫供火供的东西，都可以的。好，所以不用去想那些东西。还有什么？没有。广供啊。啊。火供。佛法是有火供的，只是比较流传的是西藏，他们的火供。好像保生佛你们不认识哈，但是西藏就很流行，而且是必修的啊。但是我们中国这边就比较不流行啊，所以火供是在西藏会比较，火供水供都有，我们都有，烟供都有的，在新加坡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制成了什么，制成了咒轮，所以当我们烧的时候呢，也无形就做了火供了，火供的功德很大啊，活动功德非常非常大的啊。新加坡比较没有了，那些敬宗啊这些就更没有。我们这里也不可以烧香啊，不可以烧香，不可以捐钱，不可以什么功德香，不可以，不可以拜水果，不可以拿水果来拜，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像什么？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没有人烧香啊，没有人什么 donate 钱给释迦牟尼佛，没有，就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有人给他饭呢，对不对？是释迦牟尼佛去托钵，有。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保生佛走出来托钵，你也要给。没有，我们不烧这些东西。所以有些人说，师父你烧什么啊？为什么有香味？这是你的功德咯。
我一直闻没有啊，我你有你闻的，当然是那是你的功德，但是这种不要说啊，不要讲出来，静静开心在那边的喜悦就好了，知道吗？有时候你在拜佛的时候你会闻到一些香味，那是佛或者菩萨或者阿罗汉或者经过的那些龙天护法站在那边称赞你，所以它的香味你知道不？你知道吗？茶香水哈，你不动没味道嘞，你一动一下哈，别人会闻到味道的嘞，明白吗？所以有些香味，但是绝对不是香水的味道，绝对不是香水的味道，你会闻到很奇异的香。有时候你闻到他没闻到，他闻到另外一种，你闻到另外一种，明白吗？啊，香不可以有声音，有声音闻到的香那叫屁。就噗啊，那就是屁了，那不是香。好好好了，我们就下课了啊。好，你有货币拿给他们。好好好。